早，让我们一起诵念仪仗本法170周年纪念法文。终身童真，天主之母，圣宠的宝座，大能者的奇迹，我赞美你。至圣至三之圣殿，普世之父，慈悲之母，及罪人之托，我赞美你。宠爱之母，因你的和蔼可亲，温柔仁慈，我满怀信赖和文化的面前，恳求您为我向你和爱生子转求。Yeah.
生生永生永王，阿
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，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，就像牧人在羊群失散的那一天，怎样去寻找自己的羊，我也要怎样去寻找我的羊。有些羊在阴云和黑暗之日的日子，四散到各处，我要把它们救回来。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，亲自使他们脱下。上主天主这样说：失落的，我要寻找；迷路的，我要领回；受伤的，我要包扎；病弱的，我要治疗；肥胖和强壮的，我要看守，我要按正义护放他们。我的羊群啊，关于你们，上主天主这样说：看哪，我要在羊与羊之间，绵羊与山羊之间施行审判。天主的圣言。Thank you.
饱腹痛苦，至各领工人请出。弟兄们，基督实在从死者死人中复活了，他是死人中第一位复活的，因为死亡是因一个人而来的，死者的复活也是因一个人而来的。就如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内众人也都要复活。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序，首先是基督，然后是那些在基督再来时属于他的人，最后才是结局。那时基督将消灭一切率领者、掌权者和大能者，并把王权交给天主父，因为基督必须为王，直到他把所有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。那最后被消灭的仇敌便是死亡，万物都归属在圣子权下以后，圣子自己也要屈服于那时万物归服他的父，使天主在万有之中，超越万有，统御万有。天主的圣言。
你们来承受从创世以来的，就给你们预备好的国度吧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的；我渴了，你们给我喝的；我无家无依，你们就收留我的；我衣不蔽体，你们给我穿的；我病了，你们来看顾我；我坐牢，你们来看望我。那时候，义人回答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饥饿而给你吃的，口渴而给你喝的呢？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无家可归而收留你了，而衣不蔽体给你穿的呢？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生病或坐牢而来探望过你呢？”君王便回答他们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是你们对我最小的一个兄弟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的。”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人说：“你们这些可咒骂人的，骂的人呢，离开我，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火焰里去吧。因为我饥饿，你们没有给我吃的；我渴了，你们没有给我喝的；我无家可归，你们没有收留我；我衣不蔽体的，你们也没有给我穿的；我生病或坐牢，你们没有来探望我。”那时候，他们也要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饥饿或渴口渴，或无家可归，或衣不蔽体，或有病，或坐牢，没有不辞你呢？”君王要回答他们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没有给那些最微小的一个人做这些事，也是没有给我做。这些不义的人要进入永罚，那些义人就要进入永生。”以上是基督的福音。
没有钱，很贫穷。他呢，他有一点点的钱，他就买了好衣服，因为要去找见这位国王，所以他买了一个新衣服，穿了这个衣服来到了宫殿。到那个门口那边，他突然中遇见了一位乞丐。一个乞丐做什么？在外面讨饭。他说：“请帮助我，帮助我。”这个牧羊人来了，他就发现他的一点点钱也没有了，要怎样帮助他呢？要怎样帮助他呢？所以这一位牧羊人有新衣服的，对那位乞丐说：“弟兄，我没有钱，但是我可以帮助你，我把我的新衣服给你，你穿吧。”他就把新衣服交给了这一位乞丐，乞丐很高兴起来，他就走掉了，拿了那衣服走掉了。后来这个牧羊人也没有衣服，他就把这个乞丐的破烂的衣服穿上，他觉得很难过。现在他难过起来，因为他没办法穿这个破烂的衣服去找那个国王，他难过起来，他就走掉了。他回家的时候，有那个宫殿的警卫去找他，叫他：“好，你过来吧，国王要见你，他叫你进去。”所以这个牧羊人现在穿着这个破烂的衣服，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国王找我呢？国王来了，这个就是他的宝座。他做了，他就找那个牧羊人：“那你们三个出来可以吗？三位我能接上来，一男我给，两女可以，可以啊，过来，干嘛？好，来这边，站在这边，你们两个这边 ，boy 你来这边 ，boy OK， 你开心吗？今天啊，你开心吗？”给 happy happy 啊！后来国王对那牧羊人说：“你呢，也是个好人。刚才在外面讨饭的那个贫穷者就是我。我下来，我把我的好衣服脱了，我就把破烂的穿上。我见到你。”你那么的好人，爱心的关心我，你也爱了我到底，好慷慨的一个孩子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我把所有的东西交给你，你就变成那继承者，可以吗？要吗？
哎呀 ，OK 啦 ，OK 啦，哥哥，都怕他。你看，没有人要坐在上面，你要不要坐在这边？你就坐在这边吧，你是我的继承者来。问你，哎呦，不要不写他就行。OK， 走。告诉你，你现在做那么主力的兄弟姊妹，今天我们进入耶稣基督为普世君王。从下面的我们做好百姓的，我们就往上看，我们可以看到宝座耶稣，我们就把耶稣放在这个宝座上，因为我们的福音就这样开始介绍我们的这个耶稣做王的是怎样呢？他一出来就坐在宝座上，但是我的故事里就告诉你们，这一位国王他离开了他的宝座，他就下来去找他的人，他的羊群，为了帮助他们，为了拯救他们，他来了，他是去找那些微小的人，因为他爱他们爱到底，他去找这些人，跟他们说，你现在可以做继承者，来继老，享受吧，这个就是我的天国，我的王国，谢谢，好，拍拍手给那三个孩子。我们是想把耶稣放在上面，但是耶稣呢，他宁愿下来，愿意下来，很慷慨的为我们牺牲。这个就是我们要的，我们要看见的，我们要去找的，我们想认识的。耶稣基督，所以君王的意思是不是选择在上面的宝座，但是下来找微小的迷失羊的那好牧羊人，他是善牧。好的，现在我那剩下一位是吗？来，请上来啊。耶稣基督他选择了怎么样的王国呢？到底这个天国王国是什么意思呢？又怎样来了解耶稣选择这个王国？这不是像福音说的在上面的很漂亮很美的高贵的宝座，但是耶稣基督见到那些微小的、最小的，他们是谁呢？他们到底在哪里呢？所以福音里马窦也解释，他说有六个地方，有六族，给告诉我们他们是谁，微小的是谁。好，第一呢，
都知道了吗？还没，趁着早上啊。饿，我们什么时候饿呢 ？OK， 我们来讲，因为国王他的肚子不会饿的，因为每一天在桌上有很多食物，满满的是吗？是吗？很多东西可以吃的，有麦当劳，有肯德基，很多东西啊啊！但是一个穷人的家里呢，有没有食物？至少没有食物，所以耶稣选择的不是像国王一样每一天可以吃喝玩乐，他知道那些微小的饥饿的人。第二，微小的在哪里呢？口渴的，这是什么？口渴吗？啊？口渴的，我们什么时候会渴？我们有可能每一天都会 有水喝，但是你看有一些遥远的地方，有一些地方他们没有得到，每一天都好像没有水，水也不够，很枯干的地方啊，那些动物都没有水喝，也会死掉。我们现在如果不小心，有时候我们浪费水，我们也不喝足够的水。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那些国王，应该有很多东西喝了，他们又每一天喝酒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喊叫说，我口我这个呢？啊，耶稣基督没有家可以居，可以回家了。耶稣基督自己去找那些没有家的那些陌生人。但是因为国王呢，其实你去问那些穷人，也想知道认识国王是谁。一个国家的所有的人民都会知道国王是谁，但是在我们当中时常有那些没有地方可去的，没有认识的那些陌生人。还有在福音里讲，谁是在我当中，我们当中是那些微小的啊，没有衣服的，没有穿上好衣服的，像那个乞丐一样。每一天国王都有很漂亮的衣服，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穿上漂亮的衣服，按照每一个什么餐啊，是他参加的活动都可以好好的穿衣服。但是也是去找那些需要我们去帮助的那些不幸的人。还有在我们当中有那些疾病的生病的人，所以病者也是在我们当中是微小的。最后坐牢在监狱里坐牢的这些人，也是需要我们去探望的。耶稣基督也曾经有坐过在牢监里，天哪！所以这六个地方，这个六个故事，在福音里告诉我们，他们是在我们当中是微小的。耶稣为了他们做了牺牲。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的君王不是选择上面的宝座，他宁愿下去找不幸的微小的人。好的，谢谢，拍拍手。 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。还有最后，耶稣基督
圣啊。耶稣基督爱吃东西，他不爱吃鸡肉、羊肉什么的。但是我还记得在圣经里讲，他拿了这个东西做了牺牲，感谢天主，就叫他的朋友吃，是什么东西呢？面包。我天天吃面包。在耶稣的时候，大家都喜欢很爱吃面包，为什么？一个穷人的食物，哪里都可以找到的，很容易找到的食物是面包，穷人的食物。所以耶稣基督如果他只能选择这个上面的宝座，他今天会有很好的东西吃。但是我们的君王耶稣下去下场去找那些不幸的人，给他们需要的，每日需要的食粮，也不是给面包罢了。因为面包今天你吃，明天你就会饿了。面包有过期，耶稣给了整个圣体，他的圣体，他的圣血是完全不会有过期。每一天吃，每一个星期你来教堂吃耶稣的圣体圣血，你会得到永远的快乐永生。所以孩子们，我感谢天主，你们今天选择了耶稣基督，你们得到的是很宝贵的礼物。你们看见的是我们的好牧者耶稣，他爱了那些微小的，为他们做了很大很大的牺牲。好吧，我们感谢天主，我们现在祈祷，在这个弥撒里你就会领圣礼，初次第一次来领圣礼是吗？你好好说阿们。阿们是为了什么？第一，我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是为了我，为了和我做好朋友，你来帮助我，相信这个。第二，我说阿们，因为我要像你一样去帮助那些不幸的，在我当中最微小的，我的朋友。所以孩子们，大家，我们的主内的兄姐妹，今天你和我一样，像耶稣要去选择做君王，不是选择上面的宝座，但是在下面。所以这个就是服务，为天主，为所有的在我们当中微小的朋友。阿们。现在我们站起来，再次来带着祈祷精神，我们对教会，对天主念我们所相信的。我说，我信唯一的天主，真的圣父，天地万物，无论有形无形，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他在万事之前，由圣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。他是圣父所生，而非圣父所造，与圣父同性同体，万物是借着他造成的。
Thank you.
各位教友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天主圣父收纳我你们共同奉献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我们为全人类献上新好自己，恳求你说圣子，你的圣子将和和平与团结赏赐天下万民。以上所知是靠的主基督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
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的众人纪念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”你是天主永生永光。
好牧者耶稣基督，为了我们的得救，他把自己的性命都牺牲给我们。轻看天使的羔羊，轻看主面是罪的，蒙召的父圣殿的人是有福的。
上主恩已领受了，他生不死之了，这是恩已服从你所赐的，基督以你为主，日后在地国人与他共度永生。以上四十五是否
将。